我是 Edwin， 我是 Phoebus， 我是 Cici。 那我主要做的就是土力分析，而我就是负责做楼宇结构评估。我现在就是跟紧启德体育馆的这单 project。 在这里最学到的就是怎样将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应用出来，了解这个行头的真实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。这些东西没出来实习过是真的不会知道。那我一直在学校上 lecture 啊，看书啊，都见不到这些实物。我是来到我才真正地体验到这些大型基建，哇，真的很震撼啊。上学呢就是帮他们去打底的，上实习呢就是一些实践的东西。一个工程的成功与否呢，其实跟一个团队的合作是非常有关系的。那参加过实习之后呢，将来跟同事合作会有更加好的沟通技巧。我觉得你想学多些东西的话，就要主动一点问人。你问完这些问题之后，你之前有的疑难很多都会解答了。始终实习的时间就不是那么长的，有限的时间我觉得就应该尽量把握多些机会去接触不同的东西，对他将来投身工程界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来的。